美国橙县华侨文教中心成立已经7年了，除了橙县呢，还要负责推动包括了南加州圣地牙哥、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等地的侨务工作。高家副主任透过宏观电视的镜头来介绍中心的服务内容，也希望侨胞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同时呢也保持联系。橙县夹道中心今年成立第7年，好，那我们服务的项目市场是很多，除了在教材就是侨教哦，辅导我们中文学校的这侨教的这一块之外，我们也提供场地给我们社区，给我们侨团来使用啊，举办各项的活动。另外，我们这边也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有驻洛杉矶办事处来这边办领物啊，还有文书验证相关的领物的工作。好，那另外我们非常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提供侨界跟台北侨友会联系的一个平台，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说我们侨胞希望知道侨会的各项重要的业务，各项办理的各项研习班都是透过我们侨教中心这边送回侨委会，那侨委会有任何重要有关侨务的讯息也是透过侨教中心来跟我们这边的侨界来做交流，做沟通。